所以这个架构呢，干嘛？对，所以上次呢，这些我们讲，对不对？讲这些的，好，那后一讲的，也讲的。好，所以那个因为脑髓腺所分的前，尤其是前叶，它所分泌的激素呢，很多都会去影响到其他的内分泌腺啊，所以你可以把它的角色当成是它是一个比较位阶比较高的一个控制者啊，那个等同于是像那个神经系统的中枢神经的角色啊，那就是其他的内分泌腺呢都可以执行那个很多重要的工作。可是这些工作在执行的时候，到底该不该做啊？他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的决策者。那个决策者基本上就是在下视丘跟脑垂线。那因为下视丘在高二是不介绍的啊，就比较细节一点，所以到高三的时候，我们会再针对那个下视丘的部分讲多一些。那脑垂线后叶这个地方就留意一下，虽然它所产生这分泌的两个激素呢，这个种类会比较少，可是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啊。课本稍微补充一下啦，就是说。脑垂腺后叶里面呢，它那个组成比较奇特一点。那个下，它不是脑垂腺不是挂在那个下视丘尾巴末端，然后跟着一个小颗粒吗？啊，可是它那个里面呢，其实几乎都是那个下视丘的纤维。这下视丘不是属于脑的一部分。好，所以如果是属于脑的话，它的基本组成应该是神经组织。然后我们就发现那个下视丘的那个神经元，它那个轴突的那个纤维啊，会一路向下延伸。那延伸到哪里？延伸到后叶的地方，看好。所以那神经元有没有分泌化学物质的能力？神经元有没有分泌化学物质的能力？我们假设两个神经元之间讯号如果要传过去，前一个神经元不是要分泌那个神经传导物质，对不对？那下一个神经元要有能力接受神经传导物质，对不对？然后下视丘的一些神经元就很奇特，它制造的化学物质呢，就是沿着那个轴突。哦，然后一路向下延伸，然后它那个轴突结束的地方就在那个后叶这边，啊，所以这些神经元呢，它本来制造的这些化学物质应该是像神经传导物质，结果没有，这些化学物质呢后来被丢到血液里面去了，它丢出去的地方在哪里？就在后叶，所以这两个激素啊，催产素跟抗利尿激素啊，其实都是神经元制造的，这个算特色哦。就是这些化学物质，你就想说它本来应该要当神经传导物质使用，它结果后来没有。这些神经元呢，就是下视丘的一些神经元呢，把这些化学物质呢，在后叶这地方把它释放出去。那释放出去之后呢，进入到血液当中，所以就拿来当做那个激素的用途。好，所以
脑垂线那地方就是积压减背一背的哈。老实说，真的将来在高三还是得记。那接下来都是属于一般腺体的部分，就是比较啰嗦一点，你要去留意一下那个分泌部位，然后它分泌了哪一些激素啊、哦。所以我们先从那个甲状腺这地方包覆在喉头哦的侧边啊、哦，它是一个很柔软的组织，然后薄薄的一层。那它分泌的两个比较重要的激素，其中一个名称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绝对是它分泌的，就叫甲状腺素啊、哦。所以这很好猜。所以比较麻烦的是说，那这个激素它的功能是什么？这个。老实讲，这是最难的部分，因为这是纯记忆。好，那甲状腺素一般我们都会去强调说，哎，它可以影响我们身体的代谢率。啊、哦，那所谓的代谢率是什么呢？它是维系你长时间下来，啊、哦，整个身体运作能量的制造的产率的问题。啊、哦，那叫代谢率。还记得代谢这个名词？代谢我们分成两个方向来谈，对不对？合成代谢跟分解代谢，对不对？所以如果它影响代谢率，哦，我又不特别去强调到底是合成还是分解，所以表示呢，它的影响是在决定我们身体化学反应的反应速率，啊、哦，不管是合成还是分解而言，好，但问题是这样讲还是很笼统，对不对？所以它到底影响了什么事情？那比如说，如果你现在呢要加速有机物的氧化，然后制造更多的 ATP， 那就跟它有关系了。啊、哦，但是它通常它所影响的事情是比较长远性的，啊、哦，不是短暂的。短暂时间的那个代谢率的影响有另外一个激素，你一定听过，就是肾上腺素。啊、哦，肾上腺素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呢，让你的身体啊、哦、激发出非常大的能量。啊、哦，那个是肾上腺素做的。然后如果你从长远性的这个时间轴来看的话，那个影响是谁负责？就是甲状腺素。啊，所以甲状腺呢，你们国中有没有学过那个甲状腺机能亢进跟甲状腺机能不足的问题？哎，甲状腺机能亢进的人通常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因为它等于是，你用这样想好了，它加速你身体内的三大有机物的燃烧，对不对？哦，我们在制造 ATP 的时候呢，有糖先用糖，对不对？没有糖用脂质，啊、哦，那再没脂质的话呢，再动到蛋白质，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个人他长期性的那个甲状腺分泌机能亢进的时候呢，你看糖类拼命的燃烧，啊、哦，一下子不够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可以燃烧到脂质。哦，这件事情应该会让很多人很高兴，终于可以燃烧到脂质了。啊、哦，但是问题是，你想，这个脂质如果长时间的消耗下去，难道你身体有那么多脂质吗？有啦。哦，提醒，这样子的本钱比较够了。哦，像我可能还是有点不够啊。然后，所以长期燃烧下来呢，内脏脂肪也燃烧，皮下脂肪也燃烧，对不对？所以燃烧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呢，开始有那个比较深的轮廓。因为脸颊会塌下去，因为皮下脂肪燃烧嘛，对不对？所以最明显的就是脸颊会塌下去，就开始哦，那个脸型基本上很好，然后比较骨感，啊、哦，因为肢体上面的这脂肪也消耗了，然后接下来呢，那个连眼皮这个地方，知道眼皮那个单眼皮、双眼皮其实跟皮下脂肪密切相关，对，所以这边的皮下脂肪呢，燃烧用的差不多的时候，那眼皮就有点塌下去，但是相反的眼睛就会凸出来。这个可以想象吗？好，然后因为那个，你就想说那个，氧化比较速率比较高，所以呢，这时候呢，因为化学反应的关系，你就身体就产生很多余热，所以这样的人呢，他的体温可能会有点偏高的迹象。好，那再来就是说，因为燃烧率增加了，所以他可能会有明显的口渴的症状。啊、哦，所以本来呢，那个难得三个小时喝一杯水，啊、哦，可能变成是那种什么一个小时要喝三次水，那还是觉得很渴，啊、哦，然后就很燥热，啊，可能冬天的时候一件短袖还是可以搞定那个汗流这样子，啊、哦，然后食量会明显增加，啊、哦，因为你身体可能燃烧了都在燃烧了，然后可是那个热量可能还是不足，啊、哦、不，你的原料还是不足，所以这时候呢就要那个加强补充原料，所以以前呢可能一个便当呢很勉为其难的才能把它吃完。哦，没多久之后呢，晋升到两个便当，啊、哦，然后还要看一下别人那个便当有没有吃完，啊、哦，最后终于晋升了三个便当，而且越吃越多，然后越吃越瘦，你看这是一个绝佳的减肥的技术，对不对？应该来开发这个哦，作为减肥的用途，太妙了，人体自然的技术啊，但当然是不好的啊，不然会怎样呢？开玩笑，你的身体经得起这样子持续的那个旺旺吗？对，因为想说那个你坐在这个地方，然后那个红外线摄影机对着你照，然后你头顶上的那个变成超级赛亚人，有没有？那个火呢，很旺，那个你觉得这样算正常吗？是不是？啊，
这样可以体会到代谢这个意思了哈。所以甲状腺基本上影响的是比较长远性，你身体的这些反应速率的问题。好，啊，短时间的话通常是比较肾上腺素的影响。好，还有一个，那接下来要介绍副甲状腺。那副甲状腺介绍之前，还要再补充一个甲状腺分泌的激素。这个激素呢，名称上非常容易猜它的功能，叫做降钙素。现在问题是要降哪里的钙，然后我们再来去看这个，好，跟这个一起讲，就是我们身体环境的内部环境的稳定性其实有很多，体温要恒定嘛，水分要恒定 ，pH 值要恒定，对不对？这我们在前面单元里面大概陆陆续续都讲过的。那血糖要恒定，那血糖的恒定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激素，所以后面有一个部分会稍微再提一下那个血糖的恒定问题。那扣除掉血糖恒定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恒定因子就是血钙。啊、哦，为什么血钙要恒定？因为钙基本上代表的是一个矿物质的补充来源。好，那哪一些细胞需要用到钙？我们在讲神经的时候，其实是只讲了那个神经细胞使用的两个主要的阳离子，一叫钠，二叫钾。啊、哦，第三名高三再来解决这个钙。OK， 所以神经细胞运作要用到钙。那神经细胞会有那个沿着细胞膜表面的电解质流动现象，对不对？好，那件事情事实上肌肉细胞也做，只是肌肉细胞做出来呢，是产生那个这个细胞缩短的这个效果。好，那所以其实肌肉细胞也会用到钙离子。好，所以你看，光神经跟肌肉就用到钙离子了，那应该用量不少，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你想象一下你的硬骨质，对不对？之所以能够这么硬，其实就是因为钙的盐类的沉积所造成的，所以骨质也需要补充钙，对不对？所以光这三个部分，你看占了我们身体多大的比例？所以钙的补充很重要，所以钙在血液当中要稳定的供应。那所以过高过低，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在，所以它要恒定。那钙离子的恒定呢，基本上激素的作用机制当中呢，有一种跷跷板的关系啊、哦。那血钙的恒定呢？你可以想象那个跷跷板平衡这个地方呢，我们现在针对的恒定的主要目标是要让血钙稳定下来，对不对？那你可能有偏高，可能有偏低的这个迹象 ，OK， 所以跷跷板要平衡。那这两头的平衡因子呢，一个就是副甲状腺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所补充的。降钙素，那降钙素刚刚讲，降钙素是谁分泌的？降钙素是甲状腺所分泌的，这我就不用写了，这名字上看得出来是谁分泌的啊、哦？副甲状腺素，对不对？很难猜啊、哦，副甲状腺素分泌的。好，所以那个跷跷板两头的这个平衡因子呢，就是主要关键点在他们手上，就是降钙素跟副甲状腺素。哦、那因为副甲状腺素也是一样，你只看它的名称，很容易猜出它的分泌部位。那你要知道它的功能，这名称上真的是看不出来。哦、所以你去想一下，那个跷跷板的另外一头是谁？跷跷板的另外一头叫降钙素。所以当你的血钙有偏高的迹象的时候，谁让钙离子血钙的浓度可以稳定下来往下降，就是它降钙。哦、所以如果因为它的分泌的话呢，那么就可以降低血钙的浓度。所以那你再从它去看跷跷板的另外一头，是副甲状腺素的功能，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如果你的血钙浓度的不足，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就要提高血钙，对不对？补充归补充，你会发现其实这样会比较好背的。我说真的。好、哦，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有讲过，这个也是一种。别看嘛，对不对？你只要能够套到这个架构里面，对不对？我有一个需要去调节稳定的目标，对啊、哦，那我需要有两个相抗衡的因子啊、哦，这两个，这叫拮抗因子。副甲状腺啊、哦，跟那个降副甲状腺素跟降钙素是属于拮抗因子啊、哦，它们可以对血钙都有影响啊，但是影响那个引起的这个效果啊、哦，那个。效应、哦、基本上结果是相反的，好、哦，这个是属于拮抗，所以这两个相抗衡的因子，你可以把它叫做拮抗因子，那这个作用就叫拮抗作用，好、哦，所以降钙素虽然这样子算补充、哦、可是其实反而你比较好去记
因为应该一次就搞定了，就知道说啊，那副甲状腺素就是影响血钙，但是它是影响提高血钙这个层面啊，降钙素、甲状腺症。降钙素的缺点就是名字上完全看得出来它的功能了啊，但是缺点上就是也要额外记一下，因为它是甲状腺分泌的另外一个激素。其实从这个地方你也看得出来，像那个脑髓腺啊，脑髓腺前叶跟后叶也是一样，一个内分泌腺呢，事实上它应该也不会只有分泌一个化学物质。那要影响的事情，可能它需要透过很多的化学物质来达成，对，那所以这个部分啊，稍微留意一下，内分泌腺啊，其实可以分泌多重激素。这样好，啊，所以那调节血糖，你有什么样的手段？对，就像血糖，对不对？血糖的调节里面呢，当你在用完餐半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段期间，血糖浓度明显偏高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让细胞赶快把这些血糖拿去用掉，对不对？这是方法之一。但万一细胞根本就用不到这么多，所以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把它储存起来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刺激肝脏，让肝脏把葡萄糖多余的葡萄糖转变成肝糖，对不对？这也是个做法。所以同样的调节血钙，你也要有策略啊、哦、跟方法。所以方法是什么呢？这上面先不看，先看下面啊、哦。我们讲一般正常的做法里面，肾脏当初在过滤血液的时候，肾小管从丝球体到包肾囊这地方，它不是把血浆大量的成分给过滤出来，所以进入肾小管之后。我就看看我现在血液当中的血钙到底够还是不够，对吧？如果血钙有不足的话，那我就让肾小管把那个滤液当中的钙离子多拿一些回来，因为拿回来是拿回到哪里？拿回到血液当中，对吗？所以副甲状腺素它可以去刺激肾小管，啊、嗯，促进肾小管的管壁，增加对钙离子的再吸收。这样可以理解吗？哈，那所以反过来说，如果说我今天血钙浓度有偏高的时候呢，那我的副甲状腺素的分泌量就可以降低，不要再去持续刺激、强烈刺激肾小管的管壁，啊，让它拼命再吸收，哦，我就减少它的再吸收。那所以这时候相对来讲，尿液当中的钙离子就会比较多。这样可以理解吗？哈，那所以可是这会有个麻烦哦，万一你尿液当中有一些阴离子容易去跟钙离子结合的话，就有可能会有结石的风险，真的哈，所以影响层面是这个。好，再来讲一个常态，这个是就你身体现有的资源去做调节，我到底要让钙离子是多出现在尿液当中，还是回收回来？对，那如果你现在是在用餐啊、如果你现在是要开发来源的话，但显然是从饮食当中去解决。好，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那个用餐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它会去刺激你的小肠，增加对钙离子的吸收。小肠只谈吸收哦，再吸收这个名词是用在那个肾小管上面，对，好、哦，那是那个小肠绒毛上面的发生的作用，那叫吸收。好，所以如果你是在用餐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直接从食物那边去着手，那就是开发新的来源。那如果这两个不可行啊、哦，比如说你现在没有在吃东西，对不对？所以开发新的来源不可行，那。血钙已经严重不足了、哦、哪怕再怎么再吸收好像还是不够、哦、如果这件事情长远再发展下去的话，那真的你血钙不足的情况之下，对于神经细胞受到影响，肌肉细胞受到影响，然后接下来下一个就是影响到你的骨质、哦、副甲状腺素它会去刺激硬骨，让硬骨质的磷酸钙溶解出来，然后把这个溶解之后的钙离子投资在血钙上面、哦、你今天短暂发生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能还好、然后发生了几天、你可能也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异样。如果就是长期发展下去的话，你的骨质不断的溶解，对不对、所以就等于是那个骨头表面看起来是好的，可是那个去做一点密度的这个测试，发现里面呢开始有密度偏低、逐渐降低的迹象，那个就是骨质疏松症。这样，所以这是不必要的话，当然不要用到这一招。可以理解、哦、因为那等于是开发你身体的资源、哦、来当做消耗品这样子、哦、这招当然就会比较残酷一点、哦、所以能够从正常性的做法、哦、透过肾脏对钙离子的调节，对不对？透过饮食、哦、所以要补充那个钙、哦、基本上这些都是比较正常的做法、哦、你要去透过那个骨质的溶解、哦、来补充血钙，这招当然就比较不是那么理想、哦、那另外就是说，那万一血钙太多呢？血钙太多我们可以拿来强化骨质，不过这是适度的，因为骨
头哈，当然我们讲说那个为了支撑那个骨头硬一点是好的，可是你去想象一下，它毕竟不是金属，真的太硬的时候会产生另外一种效果，就是比较欠缺那种弹性。对，所以同样的撞击力道，搞不好因为太硬的关系啊、所以那个力道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反而很容易折断。骨质疏松是因为太脆嘛，密度低然后比较脆，然后可是骨质真的太硬的时候，它也会有另外一种，就是因为缺乏弹性的关系，所以刚好那个撞击的力道角度正确的话，那个骨头也比较容易出问题所以没有绝对好的。再来，你这个钙离子太多的话，又容易产生结石的现象所以还是一样，膳食均衡最重要好，所以接下来胰脏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我们前面已经遇到它的话，谈的是消化作用嘛，所以它有胰腺，那胰腺可以产生那个消化液，那这消化液呢，参与四大有机物的分解糖类、脂质、蛋白、核酸它通通都参与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化腺。好，所以它在外分泌那个部分已经很重要的，可是，在胰脏内部的组织当中呢，还有一群一群的细胞，我们把它称为叫胰岛或者叫蓝氏小岛。它是一小群一小群单位的细胞。那这群细胞里面呢，再分成三种类别的细胞其中两种我们这里先提一下当补充那如果你能够稍微有个印象会比较好一点。其中呢，阿法细胞负责分泌生长素阿法在化工生命在喝好，阿法细胞负责分泌生长素，生长素够白化了就是已经知道它是负责提高血糖，策略呢？策略促进肝细胞将肝糖分解，转变成葡萄糖，然后变回血液当中，那就是它的做法。所以如何提高血糖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好，那就是生长素的功能，阿法细胞所分泌的。好，那贝塔细胞基本上呢就负责分泌胰岛素。Okay, 那胰岛素千兆带万兆带，你千万不要直接背后面这句话宁可抛弃后面这句话去背前面这个，因为它主要的作用是说，我今天呢可以对一个细胞产生刺激，然后这个细胞受到刺激之后呢，它就把血液的葡萄糖吸收，然后所以第一个是促进这个细胞的细胞膜去运输葡萄糖进来，那进来之后再去把它利用掉那大概就是往分解这个方向去着手。除了肝细胞，对不对？肝细胞特别讨论一下，肝细胞事实上它养分不缺，对不对？所以通常肝细胞如果拿到大量的葡萄糖，它可能会把它转变成肝糖储存起来。那对一般的细胞来说的话，应该是促进葡萄糖的这个分解作用。这样 OK 哈？所以因为细胞去把血糖利用掉了，对不对？包括吸收包括分解所以这个时候才使得血糖浓度降低，对。所以浓度降低是最后你所能够看到的现象。对，那不是它的目的，它的目的是要促进细胞去利用养分，所以宁可只背前面这句话，不要背后面这句话，因为后面这句话，那随便联想得到，那个才是胰岛素真正的功能。好，所以现在既然你看胰岛素呢，最后导致血糖浓度降低，对不对？前面是它的目的，那生长素呢，有助于血糖的提升。好，那刚刚那个跷跷板怎么样？你玩那个跷跷板吗？看后面，你玩跷跷板。这个关系这边改成血糖，对不对？然后两头放上去，那个胰岛素跟生长素，对不对 ？OK， 这个平衡关系成立，拮抗作用所以拮抗因子在你平常的时候，主要的调节因子就是胰岛素跟生长素。OK， 又是一个拮抗的例子。所以你看，光肌肉我们现在就遇到两个，对不对？然后肌肉的活动三个，二头肌、三头肌那个活动，对不对？如果你再把大腿这个地方。这个是伸肌，这个是屈肌，这个地方也有拮抗，对，好，所以拮抗的例子，很多，到那个将来三年级讲神经系统讲的比较深入的时候，又有一大堆的例子，好，所以血糖就在这个地方。那血糖的部分的话，我们直接先跳到后面看一下，一般的血糖的恒定范围呢，大概90-100左右，是一个比较常态的，那血糖到底要为什么要稳定？一个理由很明确。你要让细胞有充足的养分供应，它才能够正常运作，对。所以血糖的稳定就代表细胞永远都有足够的养分来源，对吗？好，那所以血糖偏低，这比较容易理解，那就表示细胞能够使用的养分可能不足，血糖过高呀，高一点，那不是就是比如说你吃一个便当，我再多给你一个便当，对不对？视觉感受上是幸福的。吃下去是有沉重负担的，
大概是像这样子啊、哦。好，可是再高下去的话，我们上次在讲那个肾脏的运作的时候有提到一点，你现在过滤的时候把血浆很多的成分都过滤出来，对，问题是肾小板它一定会把那些很有用的赶快再搬回来。有机物我们那时候讲过，有机物一般来讲它就一个标准，就是100%，对，因为这些是非常有用的资源，你把它过滤出去之后呢，肾小板以后一定会努力把它搬回来，但它还是细胞，它总有它的工作的极限，所以这个血糖如果你让它持续飙到差不多这个数字，这差不多就是肾小管对葡萄糖再吸收的临界了、哦、所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一下子滤液当中的葡萄糖太多，多到肾小管来不及搬回来啊，所以来不及搬回来，那再顺着肾小管往后走，所以将来就会在尿液当中出现葡萄糖这个症状，就是糖尿，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哦，比如说只弄个2-3公斤的巧克力，对不对？来吃一下，人生是幸福的啊、哦！吃完之后记得多喝几杯水，然后采集一下尿液，然后去家里有没有那个血糖试纸之类的，验糖尿的之类的啊、哦，都很好用，去验一下啊、哦，有没有？他自己进实验室，那个葡萄糖的检验大家都学过。方法很简单，就进实验室、哦、自己检验自己的好，然后所以基本上你可能就可以验得出来有糖尿的现象，算不算病？不算，啊、哦，那是短暂的失衡，总不能每个照三餐吃2公斤的巧克力吧？那我也佩服你，哦，你不吐才有鬼，好，所以你让那个肾小管呢这么超，对不对？啊、哦，一直拼命的要吸收这种再吸收这么多的葡萄糖的情况之下，它总有弄坏的时候。哦、它毕竟就是一个复杂的工具，对不对？好，所以你让持续的操弄它，基本上它将来万一报废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再回过头去看那个糖尿病的时候，是很多的关键点都在于你真的是把肾脏给操坏了，哦，不要让它去承受像这么高的这个负担，啊、哦，所以低糖的食物很重要，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就是像低淀粉的啊、哦、这种食物，不要吃太多高热量的。好，这是一个。那你去想，如果糖类会有这个特质，那电解质适不适合吃太多？所以我们讲说，那个太咸的食物，你要想说，那个将来过滤之后，对不对？如果肾小管以为你身体其实还是需要很多，但是拼命帮你再吸收，所以太咸的食物一样会导致肾脏的机能会出问题。好，所以血糖恒定，好，血糖恒定主要关键在这个地方，血糖偏高谁倒霉？肾脏倒霉。然后第一个倒霉是肾脏。好，那接下来那个肾上腺，好，肾上腺的话不属于肾脏，请先搞清楚这个。我们讲肾脏构造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这个部位？没，好，所以它是属于肾脏上方啊的一个构造，然后它是内分泌腺这样子，好，所以不属于肾脏本身。那这个构造呢，我们再依照它的分泌物，可以把它区分成两个层次啊、哦。外面的叫皮质，这种词遇久了你也知道啊、哦。好，外层的部分呢叫皮质，深层的部位呢叫髓质啊。因为它们的分泌物不一样。好，我们先讲你比较熟悉的那个肾上腺素，这天应该听过。肾上腺素基本上是由髓质所分泌的。那你再多补一个啊、哦，肾上腺髓质分泌两个激素，肾上腺素跟正肾上腺素，正负的正。那这两个激素的作用蛮雷同的，所以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就不去细分了。好，那可是肾上腺素到底有什么功能呢？它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激发你身体的潜能，啊，让你身体的那个活动力大幅增加。那这是要有代价啊，或者是说我到底要从哪个部分去着手，才能够提升我们身体的反应能力？这个循环系统最重要，对不对？好、哦，你光循环系统，整个身体的机能就是活动量增加的时候，你循环系统不配合的话，其他地方通通都不用讲，所以要加速心跳，提高血压，促进那个小动脉，促进动脉的收缩。啊、哦，好，所以这个是先提升循环系统的效能，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再去激发你肌肉，哦，对于那个化学反应的反应速率。这些，那这是比较细节的。好，可是这地方我们也看到一个资源的一个分配的问题，因为你现在肢体的活动量增加之后呢，我们要把更多的血液分配给谁？给肌肉啊，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要被牺牲的，就是肠胃。
对，你现在把所有资源尽量投资在你的肢体的活动上面，那你现在还去吃东西，那当下那个胃肠它的角色是比较弱的，啊、哦，所以反倒是肾上腺素的分泌呢，会去减缓肠胃的蠕动，啊、哦，包括分泌，包括那个平滑肌的活动，啊、哦，所以为什么在运动的当下尽量不要去吃东西，因为你的肠胃的活动力基本上是减缓的，如果你去吃东西，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啊、哦，所以当你平常在运动的时候，肾上腺素啊、哦，在那个当下事实上是会比较提高的。好，拿白天跟晚上来比的话，白天你的肾上腺素的平均分泌量是比较高的，晚上会比较低。啊、哦，如果肾上腺素呢，那个晚上分泌量还是很高的话，一睡不着，二可能会半夜被鬼压床这样子，心理感受上来。就是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躺下去，这么翻。哦，然后去可能有十分钟之后就会睡着，对不对？哦，翻了半个小时还是没睡着，翻了一个小时之后还没睡着，过了三个小时之后快抓狂了，说千万不能抓狂，你越抓狂分泌量越多，你越睡不着，可以理解吗？然后所以你要多深呼吸，哦，你想想，哇，这世界多么美丽，这空气多么清新，明天醒来一切都是美好的，这样你就可以慢慢睡着，你要想办法让它降低，你才好入睡。哦、入睡有两个关键，一你要降低肾上腺素的分泌量，二你要提高那个褪黑激素的分泌量，这样你才会睡得安稳、哦、然后慢慢睡到一半突然醒来、好，来这个就 不熟了，肾上腺皮质呢分泌肾上腺皮质素，这个词它是一个混合物，那这因为这名词太容易被误解啊，就是某一种化学物质，不对、哦、它其实是好几个化学物质的笼统称呼，啊、哦，就是在讲由肾上腺，它应该是说由肾上腺皮质分泌的各种激素。那这一些这个里面的组成的成分，到底会影响什么事情呢？我们再依照它的影响呢，再把它分成啊、哦，写在旁边。一个呢叫醛固酮。这词其实还蛮常用的，但是不够白话、哦、所以你可以被它另外一个更白话的称呼，大概可以联想到它的功能，叫做矿物性皮质素。好，另外一个这就 很好猜的，叫做葡萄糖皮质素。所以，你要不要猜一下，它影响什么事情？它会影响血糖。所以从这地方就可以直接告诉你，血糖的影响因素只有那个胰岛素跟升糖素嘛，不会。对，再往上看，刚刚应该已经看到这句话了。请问你要激发你的身体活动力的时候，这时候要不要去动到一下血糖？提高血糖，让它更丰富，以应付你现在细胞活动量增加、养分的需求增加，要不要？这样可以理解吗？血糖的影响因子绝对不会只有胰岛素跟升糖素，我们是以一般的常态啊、哦，就是平常稳定性的在调节的，主要是都在血球上，胰岛素、升糖素。那你身体会有很多状况出现，绝对不会只有那两个影响因子而已。好，所以葡萄糖皮质素它可以提高血糖 ，OK， 所以你概念上可以跟升糖素来想，但是它的手法上，我们讲，它达到的目标很明确，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提升血糖？哎，肝糖分解变葡萄糖这件事情谁做了？升糖素已经做了，对不对？所以我需要再动到另外一个激素，然后也做相同的事情吗？看来应该是不必要，所以。葡萄糖皮质素最重要的地方是，它可以帮你额外开发葡萄糖的来源。啊，更精确的说法是，它可以帮你开发额外的有机物氧化的来源。啊，所以等一下讲，你自己脑袋想一下，有什么样的来源？啊，先给你动动脑。矿物性皮质素的话，就这三个字，它会影响我们身体电解质的平衡。所以要不要猜一下，它主要从哪个地方去切入？一样嘛，但是目标很明确啊，他要去让我们身体的电解质、哦、做一个恒定，对不对？那最直接的找谁？肾脏。
所以它会去影响肾小管对于像钠钾一些磷酸盐的再吸收。我想透过这个方法啊、哦，看看要多拿一些回来还是少拿一些回来 ，OK 吗？然后不要忘记哦，表面上看起来啊、哦，它只影响到电解质，还记得我们讲说肾小管，对不对？想要把水分回收回来，有一个技巧。因为你水分没有办法对它主动运输，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个激素分泌，它对肾小管刺激了，然后肾小管开始把这些它目标对象，比如说钠离子、钾离子或磷酸盐再吸收回来，请问水分往哪里跑？是不是跟着跑回来？所以它会影响到水分的平衡。嗯，好，如果你现在真的身体短时间当下真的需要的话，因为它分泌，好，所以我们开始呢，针对肾脏做这个水分矿物质的调节，对不对？那如果你现在从此时此刻开始，连续三个月，好，肾的矿物性皮质素的分泌量都达到高标，那你想会什么事情？一口气连续三个月哦，就是分泌都是属于高峰期。哦，正常应该是依照需要嘛，哦，就是有起伏嘛，哦，真的，哎，这个时间点需要分泌多一点，对不对？比较不那么需要的时候，分泌量可以降低一点，啊、哦，那我现在讲的是从现在这个时刻开始，三个月，然后它的分泌量都持续处于比较高峰期，所以接下来这三个月之内，请问你的身体会有什么变化？肾脏闲着没事就开始一直拼命在吸收矿物质，拼命把水分回收，请问那、啊、回收这些水分要放到哪里去？你身体就这么大了，那、啊、请问肾脏把水分回收回来，请问这水分要放到哪里去？要分配到哪里去？你叫细胞，请细胞多拿一些。他说很抱歉，我的体积就这么大，啊、哦，所以加减帮你拿一些走，还是有限，还是还有很多，对不对？那你要堆在细胞之间呢？细胞之间的空气也是很窄，对不对？那也不愿让你多堆一些，所以最后呢，只好反应给谁？血液。所以你这三个月之内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症状，啊、哦，你去测你的血压平均值会有点偏高。嗯、所以我们发现长期压力这个东西是一个 很好的指标、哦、一个处在长期压力状况下的人呢，通常他的醛固酮分泌量会有偏高的迹象，导致血压会有明显的偏高、哦、想象一下时间点，我们现在往后挪一年后，就是我们现在的学姐们，对，长期压力是这样子，这么一堆山，这么一堆山，到底是解决这堆还是解决这堆，对不对？哦，解决这堆，看到它叫高度降低，但是很对不起这堆，虽然它高度矮了一点，这样子，啊，不然这边再稍微把它降低一点，对不对？永远都在想说，我到底要念哪一科，再念这科，再念这科，哦，然后呢，考卷永远做不完，作业永远做不完，哦，模拟考每次考完就在赶上，哦、我的这个两个月的努力怎么会是这样子？哦，长期压力，很快你们就感受到了它。啊，所以跟那个压力最息息相关，长期压力跟它有关。啊、哦，短期压力有没有那个突然间被刺激到了牙弓，跟它有关。啊、哦，所以短期压力归它，长期压力归它。好，所以补一下这个，既然长期压力基本上因为处于压力的状况之下，我们身体的反应能力也会增加，所以还是要额外除了这些矿物质、水分的平衡之外，还要再去开发养分的来源。所以，请问一下，哪几大有机物可以提供能量？你今天可以去把甘糖给分解，产生葡萄糖，对不对？然后不让进入那个氧化作用。假设啊，哈，有氧呼吸法的，然后你再去看有氧呼吸，我们大概可以把它放大成这样子来看。第一个，它要先经历糖解。OK， 糖解的时候，我们是将葡萄糖先转变成为丙酮酸。丙酮酸三个碳，数字等一下有点重要。接下来要进入到两个，第一个它会以
进来之后，他会以两个碳的形式去进入特殊循环的分解作用，将有机物彻底分解。啊，我那时候有没有补充这个东西？有吗？电子传递链。然后透过它制造了一大堆的 ATP， 对，所以因为有机物的彻底的氧化过程，我们的目标还是在这里，对，有机物的分解不外乎二氧化碳、水，对，如果有其他的元素，再考虑其他的代谢废物，就这样可以。好，现在的问题症结在于，谁规定我永远都要从葡萄糖起头？没错，所有的一路我们走来，一直在跟你强调嘛，有糖可以先用糖当能量来源，没糖我可以找第二个选择啦，脂，对不对？脂质再不够用，那我最终手段就是拿蛋白质来开刀嘛。所以都已经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三个不同性质、截然不同的有机物，对不对？他们都可以作为能量来源，那就表示你再回过头去看有那个有氧呼吸，谁规定一定得是从糖类开始作为起头？那就不一定了，对不对？好，所以你现在去看三大有机物当中，脂质比较好利用的是谁？脂质当中比较好利用的应该是三酸甘油脂、中性脂，对不对？那蛋白你要直接分解，这也很奇怪，因为蛋白质的化学结构就是超级复杂，对不对？分子量那么大，可是它有一个好处，它可以切出一个一个的小单位，所以合理来说，还是从氨基酸开始去讨论。如果我今天像三酸甘油脂，你把它拆开之后，那我们就讨论甘油几个碳。甘油三个碳嘛，对不对？脂肪酸在人体内常用的，你自己注记了，大概16到18个碳啊、哦，这两个类别是比较常用的。但说穿的，它就是碳一直串上去。以化学结构来讲，这样算简单复杂，其实很简单。所以甘油三个碳不用处理了，这已经够简单的。如果是脂肪酸的话，这一长串的碳链当中，你只要加一道手续，你要么两个去切一刀，这样切下来，对不对？16个、18个，很长。那结构上不难，那我干脆找个适合的工具，对，大概两个左右去给它切一下。好，先到这边，接下来氨基酸的结构。这里要处理，先干掉谁？干掉这个氨，对，没什么太大的利用价值，对吧？切掉它，然后呢，转变成氨，然后再把它转变成尿素，对不对？转变成含氮代谢废物，等下去做排泄的事情。好，这个地方是20种氨基酸主要的变化的部位，对吧？所以这里的分子量长短很难说，那我们可以把它单独处理，所以这刀也把它切一下。请问，这样切完之后剩下几个碳？有机物的分子规模一般用碳的数目比较好衡量，所以用只先切两刀之后，氨基酸剩下两个碳，对不对？ OK， 又得到一个两个碳的部分。刚讲的，谁规定有氧呼吸？氧化作用一定得从葡萄糖着手。我难道不能把这个东西直接？我这是一连串的分解过程啊，对不对？我难道不能从我的起头就只能提供两个碳或三个碳？那我就近从这整个氧化过程的某一个中间反应，对，我让它安插进来，然后去走完后面的就好了。前面不重要啊，对，前面只是一个起头的问题，那后面的目的在这边，对，所以我从中间某一个关卡，
让它切入到中间的反应，然后能够让它走完的，我一样可以得到 A 减一。对，同样这个道理也是一样，你去把这个东西让它切入，也是相同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接下来比较难的部分是，既然这些我可以把它丢到有氧呼吸的中间路线路程里面，让它去走氧化，那也就表示说我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啊，我可不可以把这些把它进一步往复杂的方向着手，让它转变成为糖，然后做其他的利用？一定要分解吗？不一定。我可不可以去找合成？也是可以。Okay， 所以脂质跟蛋白质事实上可以作为糖类的替代品，就是细胞其实提供的不同的代谢路径。你要继续氧化 ，OK， 我提供那个路线啊、哦，给你去安插进去。你要去转回复到这个比较复杂的化学结构，走合成代谢的路线 ，OK， 我也提供给你。OK， 所以无氧皮质素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在整个糖类的代谢过程当中，它可以额外开发糖的来源，啊、哦，然后所以我们把这个现象叫糖脂新生，啊、哦，它可以去消耗脂质跟蛋白质，去帮你开发额外的糖的来源，啊、哦，概念上看你要去走合成还是分解，所以这个也解释一件事情，有氧呼吸绝对不是只需不一定啊、哦，只能从葡萄糖开始，不可行，因为一直强调说其他有机物可以氧化产生能量，所以你一定要提供其他有机物氧化产生能量的方法、哦、或者是路径、啊、所以葡萄糖皮质素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它用这种方式呢帮你开发额外的能量来源、啊、而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不是所有的激素都能够帮你燃烧脂肪、哦、这个激素可以。好，今天到这边，后面还是没讲，明天第二节课，好，拜拜。